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们正上方有个6个机翼的无人机，那个飞机就是我们本次配送录取通知书的无人机，正在平稳的往上降落。好的，飞机马上降落，可以看到里面有4封红色的录取通知书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的投递员已经取出了我们这4份通知书，祝贺学生们做好身份核对的工作。现在是少年强国家强，所以就趁着这个录取通知书的这个机会，结合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的创新的这种科技，来去让更多的学生感受，觉得我们是真的是。科技不断的发展，我们的传统的业务不断的升级改良，给予一个正面的导向。